我打翻俾嗰個嗰個人先。导航到世界之窗。你分选的是深圳世界之窗的导航，深圳市深南大道9003。这个所以它有一点这个特别，它就是感受很深。有一次呢，就是黄巢起义以后啊，唐昭宗，那时候唐昭宗就下了逃跑了。我哋嗰邊嘅就唔用電車嘅，唔用電車嘅嘛。即係如果我。